喜欢上兄弟的女儿，兄弟却不知道这件事。今天到他家超市转转，顺便看看他女儿。这个超市啊，是咱们这条街最大的超市。我呢，就是这个店的市长。有女儿，副市长。哎呀，爸，能再吹大点吗？哎呀，说哪儿啊？我哪儿吹了？来，往里边看。里边还挺大的。来，兄弟啊，坐坐坐。哎，好。哎，你喝红 T 还是绿 T？ 随便随便，原绿的吧。哎，你闺女都这么大了，成熟了吗？是啥？我说你现在都成熟了，你现在，你闺女也长高了，可不嘛。你上回来也就桌正高，多少年了？十八了。十八，能处对象了吧？啊？我说你闺女都处对象了吧？不知道啊，不能吧？从小管得严。哎，兄弟，你这么大超市，你俩能忙得过来啊？那忙不过来也得忙啊，这工作老费劲了，现在。哎，我现在没事儿，我来帮你忙呗。那好啊，不过我得说好了，你来不是帮忙，我得给你开支，挣钱得要啊。公不公司无所谓，那将来也许是一家人呢，是不是？啥将来呀？你就是我兄弟，现在就是一家人。行，一家人。这个得放上面，哎，爸，你出去一趟。你干啥呢？有事儿。你别有事儿，问你个事儿，那个你处对象没？你跟爸说实话。问你啥时候处的，我咋不知道呢？我处对象不很正常吗？而且我都成年了，我现在要出去一趟，人家小男孩等我呢。回来，哈哈，逗你玩呢，闺蜜找我出去。别去了，这你叔来了吗？过几天你叔帮咱忙，然后你教他怎么理货。对，这边就是生活用品，那边还有手指什么的，中间就是一些零食区。中午的课什么？闺蜜不用。自己拿就行。哎。